光之议会信息，关于传入的能量如何塑造人类。通灵，凯蒂格尔德。你好，我们亲爱的，我们是光之守护者议会，我们一如既往地向人类传达信息。我们很荣幸能够通过最大的爱过滤器和希望的镜头传达这些信息。我们非常高兴再次确认和肯定，事实上存在新的能量。我们会说的能量在很多方面都是新奇的，几千年来人类一直不知道它们。这些能量正在回到这个领域，这些能量正在做的是它们正在延续某种渗透，或不仅在个人内部，而且在人类集体内部，以及在你美丽的盖亚地球母亲上的许多集体。星号能量波，这种渗透是关于摆脱不为你服务的旧的更密集的能量，那就是学习将这种更高的能量融入你的存在之中。如果你愿意的话，已经有一波又一波光脉冲已经覆盖了你的地球很多很多个月的能量。现在开始的就是这个我们称之为强烈的但更无所不在更包罗万象的能量波。这些波浪中的每一个都有一个目的，这些先前的光脉冲在你的过去出现，这些是为了帮助冲洗掉，帮助清除和转化旧能量，为新的光做准备。星号延续持续的觉醒，这将我们带回到我们之前与人类分享的关于星光正在升起的信息。这道光是更高意识的曙光，它是一盏灯，对于那些清醒和有意识的人来说，它将帮助你进一步将你弹射到更高的意识水平。但是对于那些正如你和我们所描述的仍然有些睡着的人，好像这道光会召唤他们睁开他们的精神之眼。星号唤醒，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请理解每个人的觉醒过程都是非常独特的，这是一个与他们最大的利益和神圣的时间相一致的过程。觉醒的方式没有对错之分，这也不应该或不应该附加到任何时间线或时间范围内，这是一个个人的旅程。星号像光柱一样站立，对于那些醒着的人，正如我们过去所指出的，这是一个邀请你保持你的光静止和稳定的邀请。你就像灯塔一样，将你的光照射到远方，甚至延伸到更黑暗的领域。通过这种稳定的明亮光，你帮助人们走向充满希望美好的未来。你们是光柱，你不对另一个人如何醒来负责，但你要对你发出的光负责，以及它发出的光亮和美丽。这就是你来这里的目的，这是你角色的一部分。这不是要以你应得的方式带领他人度过他们的觉醒，它是关于成为帮助照亮他们道路的光，这是关于为他们保留空间，因为他们经历了这种改组，我们所说的这种渗透。星号觉醒，这种改组有时可能是为了面对内心的创伤，需要克服传统的挑战或经常使人倒退的模式，但这种改组也伴随着对他们相互关联的宏伟认识，他们内在的光芒，内在的力量，它将为个人和集体带来巨大而美好的结果。在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人类进化前进的过程。我们与你站在一起，我们为你的勇气和韧性喝彩。人的韧性确实是你最强大的特质之一，它是广受推崇的。你被爱了，我们在一个充满爱的地方与你分开。
谢谢你，光之议会的祝福，谢谢收听，感恩祝福。